国际男子篮球邀请赛，下面即将在本场进行比赛的双方是加拿大队对美国队。下面介绍比赛双方的运动员和教练员。加拿大队运动员一号乔纳森，身高1.83米，三号罗伯特2.09米，五号克林通1.93米，十号耶和华1.85米，十五号加布拉尼1.90米，21号安东尼1.96米，33号特奥多尔1.93米，42号罗伯特2.09米，45号扎卡里2.10米，主教练布恩斯特里，助理教练热雷米。美国队运动员五号卡梅隆，身高1.85米，六号亨特1.83米，七号格雷格1.96米，八号克洛伊1.96米，十一号安东尼2.01米，十二号鲁本1.98米，十四号阿科尔屯2.11米，十五号乔丹1.98米，主教练詹姆斯，助理教练 Mark。请全体起立，请奏加拿大国歌。请奏《美丽坚和国中国国歌》。请坐，请双方运动员相互致意。距离本场比赛开始还有3分钟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。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员是贺金洲，国际级。
第一副裁判员是韩伟华，国家 A 级。第二副裁判员是范磊，国家级。
Substitution， 美国队要求换人，十四号替换十五号。远投三分，美国队五号远投得三分。加拿大队五号远投得三分。美国队要求暂停。暂停时间到，
substitution， 美国队要求换人。12号、15号、6号、7号替换，5号、8号、10号、11号。Substitution， 加拿大队要求换人。21号替换5号。Substitution， 加拿大队要求换人，33号替换1号。美国队远投得3分。
美国队十四号远投得三分。第一节比赛时间到，场上比分13-18，美国队暂时领先。把啦啦大队队长场的花絮清扫一下。美国队十四号远投得三分。
美国队十四号远投得三分。Time out， 加拿大队要求暂停。啦啦队的表演，加拿大队要求换人。暂停时间到。美国队七号远投得三分。Substitution， 加拿大队要求换人，一号替换三号。Substitution， 美国队要求换人，五号、十一号替换六号、十四号。加拿大队要求换人，四十二号替换。
美国队五号远投得三分。Timer， 加拿大队要求暂停，美国队要求换人。无所谓不重要，我想你睡不好，爱你像蚂蚁咬，告白不是祈祷，只想让你知道。你也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向前？我撤掉所有阻碍，只让你在眼前。幸福只要面对得了，不需要训练。暂停，时间到。报告裁判员，加拿大队第二节比赛全队犯规累计已达四次。Substitution， 加拿大队要求换人，三号替换一号。加拿大队21号远投得三分。